还有那个有光的地方就是这个大洞腔的出口，到这个大洞腔来，就那么一个小的洞口能够进来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洞口，通向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。如果说把这个洞口一堵的话，里面的人就相当安全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在朝阳郡的松花村，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，就是沙流洞。这个地方到迄今为止，这里都还有这种城墙啊。以前是这里是个匪洞，后来被人改造了，成为了一个居民的住宅房。后来就加上了这个土墙。我们要现在进到这个沙流洞里面去看一下，这个洞名有点奇特，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个古流洞，我们到时候也要去古流洞看一下啊。再跟着我的镜头进入这个沙流洞看一下，在这个地方还有这种条石。这种条石上面是土墙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洞穴内部，这里还有一道木质结构的大门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内部，凉不凉快 ？Hello， 这个城墙有点特别啊，在它的附近这里也是有那种石孔，人工掘凿的石孔。这以前是一个匪洞啊，这个洞腔很大的，上面有牛屎，我们要进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个洞腔还是挺高的，我们看一下外面的结构。这里有个水坑，我现在要进到这个洞穴里面去看一下。这里可以上去嘞！哇靠，上面好大！哇，够大吧？够。哟西。牛屎。好大的蝙蝠味儿！哇，你看这个平台。你打下顶部啊，看一下四周。杨哥哥进来没有？哦，这个牛屎进来还有滩水哎，你都没有喝下。这个洞腔很大，哇、哦、你看这点儿，可以，好爽，还可以上去是吧？哇，你看这一点，老唐过来，你看，这个纹路好爽，哦，看这个纹路，太爽了。这里有个土坑，关键这个洞腔太大了。嗯，难道说的那个，那里有洞口吗？没看到啊。不知道，看一下。阿姨说这个上面还能上。阿姨说这边还有路，应该是这个上面，这边上不去。哦，这点看上去可以。以前应该那个岩浆没抵到那么严重，是能够上得去的。还有那个有光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大洞腔的出口。到这个大洞腔来，就那么一个小的洞口能够进来。注意安全啊！那趟那个地方有点广，黄泥巴。那个上面绝对不是个深洞腔，它只是个。不是个深洞子，应该只是个洞墙。哎，它应该在哪一边的？哦，但是那个内部空间看起来可以啊，好大个洞墙。岩浆那些流下来那个。哦，到雨点年的那个洞墙要填好，升起来，到时候那个小洞口都要填掉。
老唐那边是不是有个空间？那里哪里有个洞嘛？都是一个小的飞行腔洞腔。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洞啊！这个洞还看着还可以啊。我进广告的，那个水我用进的。哇，很广的。哎，这个上面好光啊！嗯，光光的，就像木瓦的呢，啥那木瓦的？那个也好看啊。哇，你看这里，这个像猪肠子，看没有？哦，那个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猪大肠。那个跟哪个差不多？那个石头好乖。这个猪大肠。那个像那个鱼鳞。这个像猪大肠。鱼鳞也像。那个石头看着。这个看着很爽啊。哇，梯田，这是缩小版的云南梯田。鹅卵石，我把这个洞可以堵，谁能进得来呀？把这个洞可以堵，谁进得来？你们谁进得来？我在这里架个枪的话，我靠！你们来一个，我秒一个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洞口，通向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。如果说把这个洞口一堵的话，里面的人就相当安全了，易守难攻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那叫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外头都热乎起来了。哇！还委托了我颜值，老子都吃菜。我们又撤出这个洞口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像个牛鼻子，这里像个牛鼻子，也像个骷髅头。对不对？两个眼睛下面那个嘴巴，这里是个嘴巴，这两个眼睛。关于这个沙柳洞，我们已经探索完毕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回撤了。里面有一个大的内腔，洞腔进去里面有个很大的洞腔，相当的大。那么这一期关于沙柳洞的探索视频，我们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，拜拜。再见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